手机垃圾太多。打开这个开关，自动清理手机垃圾。说了1800遍，它能帮你清理垃圾，为什么就是不听？它能每2小时自动清理，释放手机内存。赶紧点击视频下方下载清理吧，不信你就试试，错过今天，手机就浪费了，免费清理一下吧。赶紧点击视频下方链接做个清理。